论粗细，装叉不论岁数。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。我是你教练杨大神，肉眼所见，这里全部都是我们的羽毛球的库房。像这样的库房，我们做了八个。因为这一次，我们全力以赴，我花了大概有1000万的现金，去来跟大家来搞羽毛球。这1000万的现金，主要有一大部分是用来采购原毛，因为毛片的品质是最重要的。你有了好的毛片，其实剩下的99%都是机器代替的，你懂吗？所以羽毛球它一定是易耗品，而且销售一定是最多的，但是也意味着它是需要更多的资金。我们创业5年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赚一毛钱，一毛钱都没赚，并且呢，我们去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很认真研究的。像我们的工厂，我大概每个礼拜我都会来一趟，因为我要盯住它的工期，我希望能够在双12跟大家上线。然后呢，我们有10桶我们最牛逼的球啊，也是我们底薪的顶级球。它顶级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说能够最牛逼的丹麦公开赛的决赛去使用它，并且我还给你们送了10打啊。我们的羽毛球双12上线啊，10打羽毛球的口令你听清楚了，是底薪羽毛球，在我微信公众号后台去留言，你可以参与抽奖。关于我们的所有羽毛球，我们会准备很多种，一定是这个行业最有性价比，就这一句话。而且这是我的微信，每个人都能成为我的好友，我期待各位扫码带着我和我相遇，谢谢大家支持。